是林依瑞，然后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呢是我专辑里的新歌，叫《阿米桑》，然后也是《熟女养成记二》的插曲。然后今天在节目上呢唱了很多我专辑里的歌，然后也玩了很多的游戏，像是猜歌啊，还有比手画脚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好笑的东西的话，欢迎一定要锁定每个礼拜六晚上7:30学生天团风音乐。我是白白，耶、yeah, ，白白，对对，新朋友，没有错，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，哎呦不错哦，可以好好自己 Q， 对呀，自己 Q 自己，之前有在看是不是？有在看节目，对，我是看了很多集，还有看到那个主持那个你们访问超多来宾，然后唱歌都超好听，游戏也超好玩。OK， 好，为了证明，对，来随便讲个游戏，我来听听看。比手画脚，读唇语，比手画脚，对，哎呦，然后还有猜歌嘛，猜歌，哎呦，你都讲今天的游戏，还有做功课，做今天的功课，那你知道客串主持第一次来？都要带一个就是自己的才艺，让观众更认识，知道这件事情，看一下，真的真枪实弹，真的，对，有实力的来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耍花枪子，来看一下，哇，皮桃，哇，还有第一次在这个我们的棚内看到这个。真的有人在那边耍花枪，真的。平常都是唱歌跳舞，哎呦，跑一个超马单曲线，可以耶。哎，这样会不会晕啊？不会，人家练家子哎。真的，好美，好帅。哎呦，没有。人家在耍花枪的时候，你在帮他打 call 哎，真的。从小学到大，对啊，哇，完美 ending， 裂掉声音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荧幕里面这个人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表现的戏曲学院、嗯，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表现的非常棒，然后呢，力道呢跟力度都有，然后眼神也很棒，眼神也很棒，对，而且还对着摄影机放电，对，自己都不会不好意思。这样讲自己不会不好意思，不怕人做表演的嘛，一定要勇于呈现自己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啊！今天是因为这边场地的一些限制，对，不然他可以就是再做更多的一些，就是技术。我还有带另外一支枪来，哦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原本是可以一次两支吗？可以，我还可以四支。哇塞，四支用脚耍。用脚，真的假的？下一次，你在开玩笑还是你是真的来开玩笑？你脚的，下一次就可以用脚耍，可以用脚这样踢上来。哦，就是、那他下次钱要带多一点，因为可能会砸坏器材啊。没有，我们直接叫他去外面。脏脏话，那个正中午12点，你先去外面录那个录完再进来。你先去录这样，可以，下次有机会。对。有机会的话，场地比较再大一点的话，你再带来四支给大家看，可以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谢谢。今天也很开心，你可以来这边跟我们一起，就是客串主持。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呢，就慢慢往那边走吧。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啊！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今天一样会有两趴来宾哦。今天两趴来宾都是非常非常实力派的。嗯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就是企划，就是呢。实力坚强的行走 CD， 哎呦，哇，真厉害！要有这个称号不容易哎，没错。期待一下这两位来宾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呢，在来宾来之前，有一个人
他上次说他发单曲，结果他上次说他发单曲，嗯，结果他真的就发了，什么？他就发了，他真的就发了，发了之后然后就来了，什么？他也没有不好意思，他就真的来了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我吗？没有，走花香，宋安啊，哇，你本人啊，单曲今天带来你的单曲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真的就发了，真的就发了。对，我单曲叫做《暂停想你》。暂停一下，对，现在也已经就是有 MV 在 YouTube 上面 ，OK， 已经可以点去，已经可以听了，对对对，好，希望你也会破百万，对，希望你也破百万。然后今天这是第一次演唱吗？这首歌？节目的话，对耶，真的，对，是，哎呦，好好表现，大家就是一个初体验。对，他的这首歌第一次献给了学生电脑工业，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什么嘞？暂停想你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颂安。我最新的创作单曲《暂停想你》已经都数位上架了，然后在 YouTube 上面搜寻《暂停想你》，也可以搜寻到他的 MV。然后这首歌是我自己作词作曲，然后是第一首发行的单曲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暂停，暂停。
今天的来宾林妍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妍瑞。然后最近呢，推出了我的首张专辑《青春集》。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什么东西？刚刚你不是说行走的 CD 吗？对对对。可是他说他是行走的安眠药。安眠药？对，这其实是粉丝帮我取的啊。安眠药？你们家粉丝怪怪的，我等下会被打。因为他们就是说林俊杰是行走 CD， 对，然后我就是行走安眠药，因为他们觉得听我唱歌就是很放松啊，很催眠这样。哦，很好睡的意思。你的粉丝都是失眠系的，对，他们就是说他们睡不着就会听我的歌。哦，这样有点难想象，还有你在演唱会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下面睡觉了。我其实也蛮怕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其实唱蛮多抒情歌。嗯，对。我相信他们对你的爱是不会这么容易就熄灭，没有那么容易就熄灯睡觉，对，绝对不会有，对不对？就算在梦里也会梦到你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好的，这个首张 EP 是台语歌，对，是这一张是全部台语，有两首新歌，然后四首的翻唱。怎么会想唱台语啊？台语不容易耶。对，还是因为台语人唱台语歌的人比较少。比较容易得到金曲奖，一样啊！哎，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。真的、喔？那你跟你讲，你到时候入围，你一定要记得我。对，要记得我们。我一开始其实，在 YouTube 翻唱，我都是唱国语歌。嗯，对。然后后来是因为粉丝敲碗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我没有唱过台语歌，哎，试试看好了。嗯。然后唱了之后，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把台语歌唱成自己的样子。哦。然后他们又开了更多台语歌，想要挑战我。嗯。然后像我 YouTube 第一首破百万的歌也是台语歌，就是忧愁，然后也有收进专辑里这样子。哦。所以想说，那第一张就先出台语。就先出台语。对。好酷哦。但是台语本来就是算是你非常熟悉的语言吗？算是会讲。会讲。嗯，听得懂，会讲。哦，你们会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还教我们聊天？我猜超烂。哎，但是你是台南人，对，我是台南人。哦，那这样子感觉台南人是不是应该就蛮会台语？就是通常还是其实也不还可以讲的话，我也是会有点不认得。不认得。而且听说他这张里面有非常多的大咖来赞助。哎呦，对对对，我这张专辑是由那个五月天阿信哥帮我制作的，全制作这样。有几首歌是，几首歌，对，但它是总制作。哦，然后里面还有个一首歌翻唱《爱情现实批》，是跟许富凯，富凯哥。哦，哇，很香。有得过男歌手的。对，然后还有另一首歌是跟防弹乐团法兰一起合唱的。防弹乐团 BTS？ 不是，太浓了，太浓了。哎，之前那个麦当劳也是一起的。那信哥他私底下是怎么样的人？就是你们有就是蛮多接触的。嗯，对，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明星就是一种酷酷的，会不会就是有点距离？对，但他其实人很好，就是暖男。因为像我们暖男，就是开会在投票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会把我的分数乘以两倍。乘以两倍什么意思？就是其他人是一分，我是两分。其他人是一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说投票吗？对，跟公司。就是同事在开会要投票一些事情，他就是非常支持你耶，就是黑箱作业的意思。哎哎哎！你那软饭又好人，这样被恭维。关于我专辑里面的东西，对，就算我是新人，但他就是还是很看重我意见，又很支持。那是因为你真的有这个实力，谢谢。你真的有这个实力，大家就是一定会支持你，也尊重你的决定。对啊，没错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这首歌一定好听，对，因为阿姨的手有插在里面，跟娃娃米爪一样好吃。那一个阿姨，这首歌真的叫娃娃米爪，真的叫娃娃米爪。为什么这样给我取名呢？娃娃米爪这样。这首歌其实是由那个旺福的小明老师创作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时候他是应该说是这首歌先出来，然后他才搭进《熟女养成记二》。然后那时候小明老师是就是先看我的，听了我的创作之后，然后他就替我算是量身打造。写了这首歌，这样子。哦，又是一个厉害的老，一个厉害的老师。他是为他量身打造，量身打造。先来碗，先吃欧阿米索。老板来碗欧阿米索，来这首歌欧阿米索，我先听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妍瑞，我今天第一首歌要唱的歌是欧阿米索。
这首歌呢是我专辑里面的新歌，然后也是《熟女养成记二》的插曲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在讲鹅啊是海里的东西，然后面线是陆地上的东西，可是它们竟然可以成为一道美味的料理。其实也是在讲人与人之间，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家庭啊，然后不同个体，有些人却可以非常的有默契，然后甚至就结婚了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就来唱这首歌喽。有发，就是之前有发很多 cover 歌曲，对，然后你有在驻唱，对，然后最后有了自己的作品，对，你是先驻唱还是先在网络上面？我是先驻唱，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去应征驻唱，哦，对，然后唱两三年我才北上，然后发专辑的，嗯，对，从南唱到北，对，所以你在很多个地方。就是不止在台南驻唱，我是在高雄驻唱。哦，你在高雄驻唱。虽然我是台南人，但我是在那个高雄念书。嗯，然后毕业后就直接在高雄工作，然后就在那边驻唱。对，然后唱。那你有在台北驻唱过？没有哎，欸，没有，哦，真的。所以你就是我是签约了才北上。哦，才北上。嗯，对。哦，那在高雄驻唱有没有什么特别？是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北部驻唱，嗯，因为毕竟
北部跟南部的人比较不一样。嗯，就是高雄住上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事情？你遇过最特别？我请你吃挖米粥。哎，跟你一碗挖米。我遇过最印象深刻的是，就是之前有一个粉丝，他就是来，他跟我说，他那天是特别从澎湖飞到高雄听我唱歌。我都了，哇，太有心了。然后那时候听到就，我就吓了一跳，我说你怎么会特别从澎湖飞过来？而且因为我驻唱时间是比较晚一点，他就是一定得在高雄住一晚，他隔天才有办法再回去。对，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蛮深的。哦，很厉害，可以偷偷说你驻唱，然后收到最多是，一天晚上就3000多块小费。一个晚上就大概一个小时，唱一个小时，唱一个小时3000，你时薪3000哦，就是小费，还是小费另外来的哦，然后对，然后他还有薪水。对对对，哇，那你有想要再回去当驻唱？有再想到吗？是可以回去玩玩啦，玩玩。对，然后没有想要再回去，就是那其实也蛮辛苦，好像是哦，收入不稳定啊。对啊，有时候然后像现在疫情又不能去唱，对啊之类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这个游戏，非常的简单。这不是这首歌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接歌。耶、yeah.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开始进行哦。好，小弟我在那边讲点游戏可以吗？来，我们这个指定主题接歌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等一下指定一个主题，有可能是要唱到那个字，或者是那个东西，或者是各种，就是看主题是什么，然后歌一句就好，唱一句就好，然后要有啊没有的，没有唱到失败就出去。出去哪里呀、啊？走出去外面，就走出去外面，领便当，领便当，先吃先对，先吃饭，也没有便当，也没有便当，好呀，疫情，对，没有便当，走出去 ，OK， 很简单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想要来谁先出一题？我先好了，他是驻唱歌手，驻唱哦，你不要，就我第一题就答不出来，尴尬。不会啊，你应该很多歌单。那我们出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好，跟天气有关的歌，超难，就这个。他是驻唱歌手，他先，好，天气有关，阴天。不开灯的房间，哎呦，闻味阴天，闻味的，你要往哪一边？谢谢。我不知道这首歌。怪就怪天气。你不要为自己会写歌就这样子，太危险了。会写歌自己就这样吗？什么歌啊？这什么歌？怪天气。怪天气啊！怪天气可以吗？可以啦，怪天气啊！有人讲得出来就行。对啊。好，给过给过。好无奈哦。好，过哦。换你。T O O。阿戏还被唱走了，你把我歌抢走了。好，来来来来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那首歌。的太阳。然后嘞？你的太阳。可是你摸着良心不给过吧？我摸着良心，你就给他过吧。哇，太阳嘞，怎么会丑一样的丑？丑一，好不好？还有别首吗？我要送你日不落，吓我一跳！我想说他要唱太阳。日不落算是夕阳吧？日不落，夕阳跟太阳是差。还有啊，天气到底是有什么？天气就是阴天啊，例如说晴天，对啊，这种。好，那么这样，宽容，宽容，宽容。好，也给过。Okay、我怕卡在这边太久。那换你喽。对，给过有天气，有这种现象的都给过。OK OK， 那简单，好不好？简单哈。OK， 好，换我啊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哇，你是不是为自己铺的？当然不是，我早想好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是游戏王哎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？啊，下雨天，你看人家这叫标准答案。来 ，Oh my god，有这首歌哦，黄明志跟九一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想？天气，没错，天气。等一下，我想想，我想到一首歌了哈，快点，赶快轮到我这边，快点。
快点，五，要走，四，刮风这天。我是刮风天空。哦 ，OK， 杰伦来了是不是？杰伦哦，哪里有彩虹？告诉我，彩虹是天气。我在吗？没有没有，下雨天算。我们刚刚夸了现象，你说的。边缘。OK OK， 好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天气。哗啦啦啦啦啦啦，下雨了，看到大家都在跑。爸爸爸爸爸爸爸，计程车，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你有钱做不到。哎，来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。听见下雨的声音。哇，可以。雨爱的秘密。雨爱。一直冷却，一下整夜。哦，都雨的，都雨，都雨的、啊。你快点，不然你去扫花枪。我扫花枪好了。不然你要扫花枪了。我去扫花枪好了。我交通工具好了。交通工具他坚持好、啊。来来来来。我先。你呀、啊。我先。来，我们快一点哈。火车已经到车站。哦，台语歌。台语歌，台语歌。哎、欸，换我是。我觉得这是蛮难的。这超简单，超简单有吗？超简单。啊，走飞机，走飞机。哇！来，载人车跑得快，上面全球都是歌。哇！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。OK， 我就不唱儿歌，让你有东西可以唱，好不好？哈，可是我儿歌想不到哎。哎，好哦，好哦。好、哦，空着手，犹如你来的时候，紧握着手，唱到哪里去？随风远了，反斗紧握双手。等一下，等他等我。结果没有那一句。有，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，镜子里等我。你已经快要唱完了。一路向你，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，末班车要开了。来来来来 ，OK， 接下来要唱一首歌了，对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唱歌，好不好？然后看一下什么叫做唱歌，来，好，接下来要来唱我专辑里的新歌，叫做《录音带》。哎呦，这首歌就在讲他自己，他就是一个录音带，行走的录音带，对，他年代比较远的行走录音带。你怎么讲？要放卡夹的那一种，放卡夹那一种，放进去那个。来，我们来听这首歌《录音带》。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《录音带》，然后也是我专辑里的新歌。原本这首歌呢是我的国语创作，后来觉得曲很适合填台语的词，然后就有请旺福的小明老师看了我的国语歌曲后，然后重新帮我再填了一个台语的版本。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关于逝去的爱，可能大家在青春期的时候都会有几段比较深刻的恋情，然后随着时间流逝你就慢慢的放下它了。其实跟录音带很像，因为以前的人都是使用录音带嘛，对，然后随着时间流逝，然后现在的人就忘记了这个东西，只剩下一些念旧的人收藏它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唱这首歌《录音带》。咱的青春亲像录音带，我听着彼时阵彼首歌。现在的你
过去已经过去，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，青春的相片照到会喘气，哪会这么古锥？咱的青春亲像录音带，找我录音机的人来听。那个时阵你甲我，无论要创啥，风雨搁大，你我啥物拢毋惊。我活过有你的生活，我听着彼时阵彼首歌，回忆都会录音带，一声又一声，不知影离开我的你有好无？真的很好听，谢谢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游戏，看你要继续把他们打趴，还是要让他们返回一城？嗯，OK 哦，这个游戏跟唱歌没有关系，好，跟想象比较有关系。这个我就，我也觉得我可以，你完蛋了，我们这边全部都站起来，我也觉得我可以。通常这样讲的都不行，以我的经验呢，以我的经验，然后你就知道了。好 ，OK 哦，好来。我们接下来玩这个游戏就是四个字的比手画脚接力，随便抽这个，然后打开来放给镜头看。OK， 可以吗？这个你 OK 吗？可以吗？我自己比。对，你只能自己比。好，然后你可以有一种方式，就是一次比完这四个字，就是直接比一个这个意象。好，然后也可以猜字。看字比较难，这个应该四个起。好 ，OK OK， 好。究竟接下来能不能接到偶像剧的客串呢？来，动完。好，阿来等着。超紧张哦哦，马上就跪下来。吓死我，我差点也跪下来。哦，OK， 四个字吗？四个字。Oh my god。那个不是，哎，不能讲错啊！你刚刚讲错，后面都听到了。不过我们是四个字啊。
四个字啊，四个字啊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哦 ，OK， 好来，松雅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哦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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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简单啊，来，来。哇，好荒，好荒谬！哦、okay, ，而且那四个字，四个字大声说出来。那什么急救？那什么？那个四个字 CPR 什么的什麼急救？中文什麼的？中文是什么？什么？你刚才记得英文呢？怎么？完蛋！中文英文完蛋了！你们的膝盖，我们白跪了，白跪了。四个字，救救。对，对，你直接叫救谁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但忘记它的专有名词是什么了。五秒，急救什么？四、三、急心肺复苏，心肺复苏，复苏，心肺。心肺，心肺什么鬼的？心肺什么鬼？五个字。心肺什么鬼的？心肺啊。随便猜，心四个字啊，四个字，你给我四个字。心肺什么鬼？急救心肺好，心肺急救好。心肺急救，答案是什么？人工呼吸啊，人工呼吸，对，人工呼吸。正解，人工呼吸。为什么不对？为什么不对？人工呼吸难道嘴对嘴啊？刚刚有啊，有嘴对嘴啊，我把嘴巴都对起来啊。还有嘴对嘴啊？有吗？我只看他跪下来，然后一直这样子而已。哎，看错了。游戏也懂，游戏也懂。白跪了，白跪。好，来，大声说出来，你读什么科系？我读，哎，戏曲学院。好的，来，来。现在要不要换棒次？要要。你要不要再比一比啊？你再比，我的比，你再比。那我给你换位置，你去猜。你怎么？来，随便你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、可以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分字比哦，也可以就比第一个字什么，第二个字什么，第三个字什么，或者是这两个字是一个好之类，你自己想。好，好、哦、，OK， 来，上完 OK 啊，好 ，OK， 不别听出来啊哈。哦，好，好。有哦，宋安进步了，大少你进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不，我真不得了，你真的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你真的不得了，真的真的，你不一样哎，我真的会员才会员，发个单曲就不一样。来来来，你下次考虑发单，我也觉得我要发，你考虑发单，发单有点聪明哦。来来来，四个字，哎，他忘记，完蛋，还是不要好了，还是先不要发，先不要发，不要了嘛，好。OK， 嗯，感觉游戏黑洞要出现。OK， 啊，他启动了拷贝之术，他直接拷到后面去，他没有要 O 不 OK， 他直接拷贝。天哪 ！OK，OK， 嗯。好的，好，记住还是 get 到哎，还再一次没关系。嗯，宋安心里是有答案。啊，我好像知道了，你知道了，我 get 到了。你如果 get 到这里是什么的话，你真的可以。发单曲了，筹备发单曲。我真的 get 到，我 get 到了。是你 get 到，你就不能发单曲。还是发单曲变聪明？你既然已经变聪明了，那就不用发单曲了。傻眼。为了证明，我为了证明这个，来看看有没有 get 到。OK。蝴蝶袖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嗯。OK。哦。齐天大圣。你有发过专辑吗？有。你有发过？有发过。发三次。发一次会变聪明。对。发三次会变笨。对。所以要再发一张。
帮你试试。对对对，就会变聪明。OK， 什么逻辑？来，再一次。对，好，再一次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变猜啦，这样比较快。来，这个东西，嘿，一三，嗯，蝴蝶袖，嗯嗯，袖，嗯袖，花，手不能，嗯，袖，看，绣球花，袖看，袖。秀秀秀秀，看，哈望，喵喵喵，我的望望喵喵，秀看秀看，秀手旁观，你还要没有旁观？秀手我的旁观，还有看吗？所以是什么？秀手旁观。要不要换？来看看看好了。好，不要比，不要比。那我要第一次，我去比比看。你确定吗？你确定呢？因为我知道答案就比较好比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比较厉害。对。来，那你坐一起，帮我看后面。走过去。来。然后帮我给镜头看一下。打开来给镜头看。哦。哦，可以啦，好适合你的题目。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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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适合怎样？桃花香，很适合啊！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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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哈。想好了吗？嗯，你可以猜一次，也可以全部一起比。好 ，OK 哈 ，OK，OK， 好了 ，OK， 来，东亚，好适合你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很适合他吧，超适合的。OK， 不要讲话啊，不要讲话。哎呦 ，OK。哎，不能这样子告别人哦！不能，我原谅你第一次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啦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知道答案是不是？这是我的手机，好像照着比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OK， 好了，没有，你自己是其实喜欢后面。开始哦！来，你一定猜不出来的，相信我。喝醉，这一题要靠通灵的啦，看灵仪知不知道了。喝醉肥肉，你为什么可以讲话？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，来真让你变聪明，然后变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。Oh my god！ 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比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不打，他是纯拷贝过。这个是怎样？他比的是怎样 ？OK， 你再看，我跟你讲，你再看三遍四遍，不一样。对，来，完全没有，我现在完全没有答案哎。你照着比啊，你要通灵的，通第一个那种。来来来。传神 ，OK 有。哎，你刚比什么？还有？没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还有还有还有。啊，因为他没有，所以他弄不出来。哦，有了。OK。最后的超荒谬，最后的超荒谬，我都想，我跟你讲，他给我喝醉，然后对别人比爱心。对，他有三个动作，他有三个动作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之前看过答案，场外看过答案，他们也觉得很荒谬。完全不知道，还是让第一个比一次也要看。我跟你讲，第一个比错，没有跟第二个、第三个都一样。看，开始，有一样。OK。我猜错了。你还比吗？你还比吗？ OK， 我猜出来了。你有答案？有，我们两个。你有答案？我要什么？我没有在开玩笑。你如果猜出来错怎么办？喝醉打，喝醉告白，告白。他第二个动作，他有第二个动作。这是什么？衣服、腰，你要这里肉，肉，哼，醉。拜托你猜对。
最酒酒肉朋友。哇！尤其黑总，我今天开了新的三观。我今天开了新的三观啊！居然可以猜出酒肉朋友。我天哪！我老了，我老了。酒肉朋友是正解。是真的，好荒谬吗？我也觉得荒谬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比这个的时候，我心想说：“我天哪、啊，这啥、啊、这样的？”等一下再来处理酒肉朋友的部分，先处理这首歌。这首歌叫什么呢？再来要唱这首歌是怕胖团的鱼。啊，怕胖团之前也有来过我们节目，嗯，对，这首歌非常好听，我们听林一的版本。好，来听一下。嗯，唱的歌呢是怕胖团的鱼，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我上一张数位专辑北七 playlist 里面，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。北七不是骂人的那个北七，是台北的北，七夕的七这样子。然后你们也可以搜寻 YouTube， 我上面也有个 live 的版本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唱这个版本是我去年在那个高雄 Lover House 演唱会上面的，那就来收听这首歌咯。或许至于我不能够喜欢你，就让我游来游去，然后把你忘记。
好听好听好听，他的版本也很好听，对，很轻，不一样的感觉，没错，对，好的，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，还蛮开心认识你的，很开心认识他，因为他会唱歌，有才艺之外，他人非常好相处，没错，所以完全能够想象，就是他跟他粉丝相处的时候，一定也是这么的 nice。真的，谢谢你的粉丝非常幸福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成为你的粉丝。你把那个一号有那个要找要跟我们通知我们一下，通知我们一号咯，对，要出现咯，对，要出现，然后记得哦，这样下一次那个一号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跟他们就是大家不要出来打，不要玩桌游。就玩比手画脚，比手画脚，对，你就跟他们玩比手画脚，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粉丝的那个互动那样，有机会的话，在他的专场应该可以看到比手画脚，傻眼。下一次他专场记得要找我们去哦，我们去底下看你跟人家玩比手画脚，对，还要指定游戏。哎，那个林颖，你不是要玩比手画脚吗？怎么玩？怎么有这一趴这样子？很期待接下来看他一些现场的表演，是的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歌手。嗯，对，来这边，去给你一点时间，好，然后你可以再次的宣传你是谁，然后 IG 粉专，好，还有你的专辑，跟有没有之后有没有什么活动，对，好，来。我是林颖 Rain， 然后我最近呢推出了我的首张台语 EP 叫《青春集》，里面有两首新歌，四首的翻唱，然后目前都已经数位发行，实体专辑也都可以购买了，再请大家多支持。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我更多资讯的话，也都欢迎可以追踪我的 IG、脸书还有 YouTube， 我 IG 的账号是01.ring。如果喜欢林怡的，记得要把它追踪起来，还有她的新的作品一定要去听。那我们今天很开心你可以来，希望你下次可以再来，好，再来跟我们一起玩，好， OK， 好，我们今天谢谢林怡，谢谢，好的，我们休息5分钟之后呢，会有下一趴的来宾，我们5分钟之前。